本台消息，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，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，外交部8月5号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：一、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；二、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；三、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；四、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；五、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；六、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；七、暂停中美禁毒合作；八、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。